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三级考试。HSK 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四十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，好吗？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答，好吗？现在开始第一到五题。一，喝点水吧。今天踢得怎么样？我们班的水平比他们高，我们进了五个球。一，喝点水吧。今天踢得怎么样？我们班的水平比他们高，我们进了五个球。二，每天都要洗碗和盘子，累不累？不累，我们家那位做饭，我来洗是应该的。二，每天都要洗碗和盘子，累不累？不累，我们家那位做饭，我来洗是应该的。三，十四床的病人，今天好些了吧？好多了，下个星期应该可以出院了。三，十四床的病人，今天好些了吧？好多了，下个星期应该可以出院了。四，我们是去年秋天结婚的，你看，这张照片就是那会儿照的。你爱人真漂亮。四，我们是去年秋天结婚的，你看，这张照片就是那会儿照的。你爱人真漂亮。五，你看见我的照相机了吗？我记得放在包里了呀。没看见，别着急，慢慢找。五，你看见我的照相机了吗？我记得放在包里了呀。没看见，别着急，慢慢找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六，姐，祝您生日快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礼物。六，姐，祝您生日快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礼物。七，喂，出门前再检查检查你的行李，别又忘了什么东西。这次不会了，已经检查过两次了。七，喂，出门前再检查检查你的行李，别又忘了什么东西。这次不会了，已经检查过两次了。八，你看看
这段话这样写怎么样？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外，其他都不错。八，你看看这段话这样写怎么样？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外，其他都不错。九，怎么不看新闻了？世界杯7:30开始，我等了4年了。九，怎么不看新闻了？世界杯7:30开始，我等了4年了。十，爸爸年轻的时候真有意思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他那时候还特别喜欢送我花儿。十，爸爸年轻的时候真有意思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他那时候还特别喜欢送我花儿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1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1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5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5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5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5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现在开始第11题。11，把电视声音关小点儿。你弟弟明天考试，正在复习呢，别影响他。弟弟正在看电视。11，把电视声音关小点儿。你弟弟明天考试，正在复习呢，别影响他。弟弟正在看电视。12，你看看这个题，开始大家以为很容易，没想到，到下课也没做出来。这个题很难。12，你看看这个题，开始大家以为很容易，没想到，到下课也没做出来。这个题很难。13，这个宾馆的南边有一个公园。奇怪的是，这张地图上把公园画在宾馆的北边了。宾馆旁边有个公园。13，
这个宾馆的南边有一个公园。奇怪的是，这张地图上把公园画在宾馆的北边了。宾馆旁边有个公园。十四，我有一条小狗，和它在一起的时间越久，我越觉得它聪明可爱。它不喜欢小狗。十四，我有一条小狗，和它在一起的时间越久，我越觉得它聪明可爱。他不喜欢小狗。十五，这个周末有个重要的会议，所以不能和你一起去看那个电影了。对不起，下周怎么样？他这个周末去看电影。十五，这个周末有个重要的会议，所以不能和你一起去看那个电影了。对不起，下周怎么样？他这个周末去看电影。十六，你妈晚上和朋友们在外面吃饭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做饭了。让我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吃的。妈妈晚上不在家吃饭。十六，你妈晚上和朋友们在外面吃饭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做饭了。让我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吃的。妈妈晚上不在家吃饭。十七，客人马上就要来了，你去告诉李小姐先把房间里的空调打开，今天太热了。房间里很冷。十七，客人马上就要来了，你去告诉李小姐先把房间里的空调打开，今天太热了。房间里很冷。十八，这个房子真的很不错，厨房和洗手间都很大，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。像您这么喜欢小动物，有个花园会很方便。花园不大。十八，这个房子真的很不错，厨房和洗手间都很大，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。像您这么喜欢小动物，有个花园会很方便。花园不大。十九，这件事电话里讲不明白，我们还是见面说吧。一个小时后我到公司，你在办公室等我。他要去学校。十九，这件事电话里讲不明白，我们还是见面说吧。一个小时后我到公司，你在办公室等我。他要去学校。
二十。这次比赛的新要求和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，网上都有，你上网看一下，回去跟同学们也说一下。比赛要求有变化。二十。这次比赛的新要求和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，网上都有，你上网看一下，回去跟同学们也说一下。比赛要求有变化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我发现你现在很爱看新闻。我其实对新闻没兴趣，主要是想提高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。男的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怎么样？二十一，我发现你现在很爱看新闻。我其实对新闻没兴趣，主要是想提高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。男的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怎么样？二十二，你最近比以前来得早了，搬家了。是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上个月就搬家了，走路十分钟就到。女的为什么来得早？二十二，你最近比以前来得早了，搬家了。是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上个月就搬家了，走路十分钟就到。女的为什么来得早？二十三，您好，3260号为您服务，请问您查哪儿？你好，请帮我查一下国家图书馆的电话，谢谢。男的在做什么？二十三，您好，3260号为您服务，请问您查哪儿？你好，请帮我查一下国家图书馆的电话，谢谢。男的在做什么？二十四，明天上午我们去看你爷爷，你作业写完了没？我今天一定能完成作业，相信我好了。他们哪天去爷爷家？二十四，明天上午我们去看你爷爷，你作业写完了没？我今天一定能完成作业，相信我好了。他们哪天去爷爷家？二十五，您请坐，王校长正在开会，
会议马上就结束了。谢谢。我问您一下，贵校有多少在读学生？10000？男的要找谁？25。您请坐，王校长正在开会，会议马上就结束了。谢谢。我问您一下，贵校有多少在读学生？10000？男的要找谁？26。别说话，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你不知道，儿子昨天买了两只小鸟，一只红色的，一只黄色的。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26。别说话，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你不知道，儿子昨天买了两只小鸟，一只红色的，一只黄色的。他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27。新买的这种糖特别甜，很好吃。你吃一块？不，我已经刷牙了。男的为什么不吃糖？27。新买的这种糖特别甜，很好吃。你吃一块？不，我已经刷牙了。男的为什么不吃糖？28。你这儿的环境很好，很安静。环境是不错，买东西也方便。附近就有超市，就是离地铁远。这儿离哪里近？28。你这儿的环境很好，很安静。环境是不错，买东西也方便。附近就有超市，就是离地铁远。这儿离哪里近？29。我中午买了两箱苹果，你开车来接我吧。好，等一会儿下班后我给你打电话。女的想让男的做什么？29。我中午买了两箱苹果，你开车来接我吧。好，等一会儿下班后我给你打电话。女的想让男的做什么？30。您没去火车站，您的司机呢？他今天有点事，我叫了辆出租车，几分钟后就到楼下。女的打算怎么去火车站？30。您没去火车站，您的司机呢？他今天有点事，我叫了辆出租车，几分钟后就到楼下。女的打算怎么去火车站？第四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
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，我给你开点药，这段时间注意休息，不要太累。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还有，咖啡和啤酒要少喝，不要吃羊肉和鱼。好，谢谢您。他们在哪里？31，我给你开点药，这段时间注意休息，不要太累。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还有，咖啡和啤酒要少喝，不要吃羊肉和鱼。好，谢谢您。他们在哪里？32，哥，刘阿姨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，她只是鼻子有点不舒服。那就好，我以为她因为什么不高兴了。你不用那么客气，走，去看表演吧。刘阿姨怎么了？32，哥，刘阿姨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，她只是鼻子有点不舒服。那就好，我以为她因为什么不高兴了。你不用那么客气，走，去看表演吧。刘阿姨怎么了？33，下个星期六我准备去爬山。你很长时间没锻炼身体了，要小心点儿。没关系，最近我不是开始跑步了吗？最近？你是从昨天才开始跑步的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3，下个星期六我准备去爬山。你很长时间没锻炼身体了，要小心点儿。没关系，最近我不是开始跑步了吗？最近？你是从昨天才开始跑步的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4，请问汉语词典在几层？在2层，2层右边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可以借几天呢？对不起，词典不借出的，只能在这儿用。女的应该去第几层？34，请问汉语词典在几层？在2层，2层右边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可以借几天呢？对不起，词典不借出的，只能在这儿用。女的应该去第几层？35，别吃了，你已经吃了3块蛋糕了。这是最后一块。你总是吃甜的东西，不怕变胖吗？你放心，我们家的人都很瘦，吃不胖，我也一样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5，
别吃了，你已经吃了三块蛋糕了。这是最后一块。你总是吃甜的东西，不怕变胖吗？你放心，我们家的人都很瘦，吃不胖，我也一样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6，别难过了，考试成绩不是最重要的。我的分数太低了。但是你努力了，你的问题是你对历史没兴趣。是，如果我喜欢历史，跟我喜欢音乐一样，该多好。他的历史成绩为什么不好？36，别难过了，考试成绩不是最重要的。我的分数太低了。但是你努力了，你的问题是你对历史没兴趣。是，如果我喜欢历史，跟我喜欢音乐一样，该多好。他的历史成绩为什么不好？37，带上伞吧，天阴了，可能会下雨。知道了，我带着呢。伞还在桌子上呢，你别忘了。我拿的是那把黑色的，短的那把。女的拿了哪把伞？37，带上伞吧，天阴了，可能会下雨。知道了，我带着呢。伞还在桌子上呢，你别忘了。我拿的是那把黑色的，短的那把。女的拿了哪把伞？38，吃了午饭再走吧。我做两个菜，很快的。简单吃点面条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去做鸡蛋面，你先喝杯茶。要不要我帮忙啊？男的希望怎么样？38，吃了午饭再走吧。我做两个菜，很快的。简单吃点面条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去做鸡蛋面，你先喝杯茶。要不要我帮忙啊？男的希望怎么样？39，你这次要离开多长时间？还没决定，一周或者两周吧。你这是第几次去那儿了？第三次。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、写电子邮件都可以。女的要出去多长时间？39，你这次要离开多长时间？还没决定，一周或者两周吧。你这是第几次去那儿了？第三次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、写电子邮件都可以。女的要出去多长时间？40，我明天穿什么衣服好？你帮我选选。你想穿裙子？还是裤子？我想穿裙子，这条白色的怎么样？同意。那穿哪双鞋呢？他们在做什么？40，我明天穿什么衣服好？你帮我选选。
你想穿裙子还是裤子？我想穿裙子，这条白色的怎么样？同意。那穿哪双鞋呢？他们在做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现在开始第一到五题。一，喝点水吧。今天踢得怎么样？我们班的水平比他们高，我们进了五个球。一，喝点水吧。今天踢得怎么样？我们班的水平比他们高，我们进了五个球。二，每天都要洗碗和盘子，累不累？不累，我们家那位做饭，我来洗是应该的。二，每天都要洗碗和盘子，累不累？不累，我们家那位做饭，我来洗是应该的。三，十四床的病人今天好些了吧？好多了，下个星期应该可以出院了。三，十四床的病人今天好些了吧？好多了，下个星期应该可以出院了。四，我们是去年秋天结婚的，你看，这张照片就是那会儿照的。你爱人真漂亮。四，我们是去年秋天结婚的，你看，这张照片就是那会儿照的。你爱人真漂亮。五，你看见我的照相机了吗？我记得放在包里了呀。没看见，别着急，慢慢找。五，你看见我的照相机了吗？我记得放在包里了呀。没看见，别着急，慢慢找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六，姐，祝您生日快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礼物。六，姐，祝您生日快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礼物。七，喂，出门前再检查检查你的行李，别又忘了什么东西。这次不会了，已经检查过两次了。七，喂，出门前再检查检查你的行李，别又忘了什么东西。这次不会了，已经检查过两次了。八，你看看这段话这样写怎么样？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外，其他都不错。八，你看看这段话这样写怎么样？
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外，其他都不错。九，怎么不看新闻了？世界杯7:30开始，我等了4年了。九，怎么不看新闻了？世界杯7:30开始，我等了4年了。十，爸爸年轻的时候真有意思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他那时候还特别喜欢送我花儿。十，爸爸年轻的时候真有意思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他那时候还特别喜欢送我花儿。现在开始第11题。11，把电视声音关小点儿。你弟弟明天考试，正在复习呢，别影响他。弟弟正在看电视。11，把电视声音关小点儿。你弟弟明天考试，正在复习呢，别影响他。弟弟正在看电视。12，你看看这个题，开始大家以为很容易，没想到，到下课也没做出来。这个题很难。12，你看看这个题，开始大家以为很容易，没想到，到下课也没做出来。这个题很难。13，这个宾馆的南边有一个公园。奇怪的是，这张地图上把公园画在宾馆的北边了。宾馆旁边有个公园。13，这个宾馆的南边有一个公园。奇怪的是，这张地图上把公园画在宾馆的北边了。宾馆旁边有个公园。14，我有一条小狗，和它在一起的时间越久，我越觉得它聪明可爱。他不喜欢小狗。14，我有一条小狗，和它在一起的时间越久，我越觉得它聪明可爱。他不喜欢小狗。15，这个周末有个重要的会议，所以不能和你一起去看那个电影了。对不起，下周怎么样？他这个周末去看电影。15，这个周末有个重要的会议，所以不能和你一起去看那个电影了。对不起，下周怎么样？他这个周末去看电影。16，
你妈晚上和朋友们在外面吃饭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做饭了。让我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吃的。妈妈晚上不在家吃饭。十六，你妈晚上和朋友们在外面吃饭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做饭了。让我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吃的。妈妈晚上不在家吃饭。十七，客人马上就要来了，你去告诉李小姐，先把房间里的空调打开，今天太热了。房间里很冷。十七，客人马上就要来了，你去告诉李小姐，先把房间里的空调打开，今天太热了。房间里很冷。十八，这个房子真的很不错，厨房和洗手间都很大，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。像您这么喜欢小动物，有个花园会很方便。花园不大。十八，这个房子真的很不错，厨房和洗手间都很大，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。像您这么喜欢小动物，有个花园会很方便。花园不大。十九，这件事电话里讲不明白，我们还是见面说吧。一个小时后我到公司，你在办公室等我。他要去学校。十九，这件事电话里讲不明白，我们还是见面说吧。一个小时后我到公司，你在办公室等我。他要去学校。二十，这次比赛的新要求和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网上都有，你上网看一下，回去跟同学们也说一下。比赛要求有变化。二十，这次比赛的新要求和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网上都有，你上网看一下，回去跟同学们也说一下。比赛要求有变化。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我发现你现在很爱看新闻。我其实对新闻没兴趣，主要是想提高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。男的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怎么样？二十一，我发现你现在很爱看新闻。我其实对新闻没兴趣，主要是想提高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。男的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怎么样？二十二，你最近比以前来得早了，
搬家了？是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上个月就搬家了，走路10分钟就到。女的为什么来得早？22。你最近比以前来得早了，搬家了？是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上个月就搬家了，走路10分钟就到。女的为什么来得早？23。您好，3260号为您服务，请问您查哪儿？你好，请帮我查一下国家图书馆的电话，谢谢。男的在做什么？23。您好，3260号为您服务，请问您查哪儿？你好，请帮我查一下国家图书馆的电话，谢谢。男的在做什么？24。明天上午我们去看你爷爷，你作业写完了没？我今天一定能完成作业，相信我好了。他们哪天去爷爷家？24。明天上午我们去看你爷爷，你作业写完了没？我今天一定能完成作业，相信我好了。他们哪天去爷爷家？25。您请坐，王校长正在开会，会议马上就结束了。谢谢。我问您一下，贵校有多少在读学生？10000。男的要找谁？25。您请坐，王校长正在开会，会议马上就结束了。谢谢。我问您一下，贵校有多少在读学生？10000。男的要找谁？26。别说话，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你不知道，儿子昨天买了2只小鸟。一只红色的，一只黄色的，它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26。别说话，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你不知道，儿子昨天买了2只小鸟，一只红色的，一只黄色的，它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27。新买的这种糖特别甜，很好吃，你吃一块？不，我已经刷牙了。男的为什么不吃糖？27。新买的这种糖特别甜，很好吃，你吃一块？不，我已经刷牙了。男的为什么不吃糖？28。你这儿的环境很好，很安静。环境是不错，买东西也方便，附近就有超市，就是离地铁远。这儿离哪里近？28。你这儿的环境很好，很安静。
环境是不错，买东西也方便，附近就有超市，就是离地铁远。这儿离哪里近？29。我中午买了两箱苹果，你开车来接我吧。好，等一会儿下班后我给你打电话。女的想让男的做什么？29。我中午买了两箱苹果，你开车来接我吧。好，等一会儿下班后我给你打电话。女的想让男的做什么？30。您没去火车站，您的司机呢？他今天有点事，我叫了辆出租车，几分钟后就到楼下。女的打算怎么去火车站？30。您没去火车站，您的司机呢？他今天有点事，我叫了辆出租车，几分钟后就到楼下。女的打算怎么去火车站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。我给你开点药，这段时间注意休息，不要太累。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还有，咖啡和啤酒要少喝，不要吃羊肉和鱼。好，谢谢您。他们在哪里？31。我给你开点药，这段时间注意休息，不要太累。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还有，咖啡和啤酒要少喝，不要吃羊肉和鱼。好，谢谢您。他们在哪里？32。哥，刘阿姨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，她只是鼻子有点不舒服。那就好，我以为她因为什么不高兴了。你不用那么客气，走，去看表演吧。刘阿姨怎么了？32。哥，刘阿姨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，她只是鼻子有点不舒服。那就好，我以为她因为什么不高兴了。你不用那么客气，走，去看表演吧。刘阿姨怎么了？33。下个星期六我准备去爬山。你很长时间没锻炼身体了，要小心点儿。没关系，最近我不是开始跑步了吗？最近？你是从昨天才开始跑步的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3。下个星期六我准备去爬山。你很长时间没锻炼身体了，要小心点儿。没关系，最近我不是开始跑步了吗？最近？你是从昨天才开始跑步的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4。请问
汉语词典在几层？在二层，二层右边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可以借几天呢？对不起，词典不借出的，只能在这儿用。女的应该去第几层？三十四。请问，汉语词典在几层？在二层，二层右边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可以借几天呢？对不起，词典不借出的，只能在这儿用。女的应该去第几层？三十五。别吃了，你已经吃了三块蛋糕了。这是最后一块。你总是吃甜的东西，不怕变胖吗？你放心，我们家的人都很瘦，吃不胖，我也一样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三十五。别吃了，你已经吃了三块蛋糕了。这是最后一块。你总是吃甜的东西，不怕变胖吗？你放心，我们家的人都很瘦，吃不胖，我也一样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三十六。别难过了，考试成绩不是最重要的。我的分数太低了。但是你努力了。你的问题是你对历史没兴趣。是，如果我喜欢历史，跟我喜欢音乐一样，该多好。他的历史成绩为什么不好？三十六。别难过了，考试成绩不是最重要的。我的分数太低了。但是你努力了。你的问题是你对历史没兴趣。是，如果我喜欢历史，跟我喜欢音乐一样，该多好。他的历史成绩为什么不好？三十七。带上伞吧，天阴了，可能会下雨。知道了，我带着呢。伞还在桌子上呢，你别忘了。我拿的是那把黑色的，短的那把。女的拿了哪把伞？三十七。带上伞吧，天阴了，可能会下雨。知道了，我带着呢。伞还在桌子上呢，你别忘了。我拿的是那把黑色的，短的那把。女的拿了哪把伞？三十八。吃了午饭再走吧。我做两个菜，很快的。简单吃点面条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去做鸡蛋面，你先喝杯茶。要不要我帮忙啊？男的希望怎么样？三十八。吃了午饭再走吧。我做两个菜，很快的。简单吃点面条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去做鸡蛋面，你先喝杯茶。要不要我帮忙啊？男的希望怎么样？三十九。你这次要离开多长时间？还没决定，一周或者两周吧。
你这是第几次去那儿了？第三次。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、写电子邮件都可以。女的要出去多长时间？39。你这次要离开多长时间？还没决定，一周或者两周吧。你这是第几次去那儿了？第三次。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、写电子邮件都可以。女的要出去多长时间？40。我明天穿什么衣服好？你帮我选选。你想穿裙子还是裤子？我想穿裙子，这条白色的怎么样？同意。那穿哪双鞋呢？他们在做什么？40。我明天穿什么衣服好？你帮我选选。你想穿裙子还是裤子？我想穿裙子，这条白色的怎么样？同意。那穿哪双鞋呢？他们在做什么？